物理92课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来做一个压缩弹簧的势能问题。我们让这个例题有趣一些。假设我有一个环形轨道，一个用冰做的环形轨道，我用冰做它，那样没有摩擦。我画一下我的环形轨道。这儿有个环，这儿有个地环形轨道。好了，假设这个环半径是1米。假设这里就是这里，这个是1米，那么当然环是2米高。假设这里我有一个弹簧，它是一个被压缩的弹簧。假设这是墙，这是我的弹簧，它被压缩了，它就像那么紧。假设它的弹簧常数 k 是，我不知道，10，附在那个弹簧上的。我有一块冰，因为我需要让冰在冰面上，这样没有摩擦。这是我的一块冰，闪亮的。假设这块冰是，我不知道，4000克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地球上，那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在另外一个行星上，这个问题可能会不同。我给你的问题是。我们要把弹簧压缩多少？假设弹簧自然状态在这儿。对，如果我们不压它，现在它在这儿，那么这个距离是多少？我要把这个弹簧压缩多少，才能使得当我放开弹簧时，这块冰有足够的速度和足够的能量，使它能够完整的走过环，并且安全到达另一端。那么我们怎样做这个问题呢？为了任何环的问题，困难的部分就是能到达环的最高点，对吧？困难的部分是确保在这一点有足够的速度，这样不会掉下来。你的速度要抵消向下的加速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里它就是向心加速度，对吧？那是要考虑的一件事。你可能说这很复杂。这里我有一个弹簧，它要加速冰块，然后冰块儿要到这里，然后它要减速，减速，这可能是它最慢的地方，然后它的加速回到这里，它是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，在物理学中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当你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可能因为你是用一种很复杂的方法分析解决它，但是可能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它，那就是用能量、势能和动能。当我们学习势能和动能时，我们学过的是系统总能量不变。它只是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，它由势能转换成动能，或者热能。我们假设没有热能，因为没有摩擦。那么我们来解这个问题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我们要把这个弹簧压缩多少？我其实是说，这个压缩的弹簧弹开时有多少势能，为了让它能到这里。那么势能是多少？假设我把弹簧压缩了 x 米。在上集视频中，我有多少势能呢？我们学过了，一个被压缩的弹簧的势能，我要叫这为初始势能，初始势能加一个 i，等于1/2 kx 的平方。我们知道 k 是什么。我告诉了你弹簧的弹簧常数是10，那么我的初始势能是1/2乘以10。乘以 x 的平方。那么这里所有的能量成分是什么？显然，在这个点处，冰块必须要移动，为了不掉下来，所以它要有一些速度 v，它与环相切，它仍然也要有一些势能。那个势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因为它是在空中，它在环的表面上。所以它要有一些重力势能，对吧？在这一点，我们会有一些动能，我们称那个为，我就称它们为最终动能。我们关心这里的初始量，也许这里是最终动能，但是我要定义这个为最终动能，然后加上最终势能。当然，那个合计为10x 的平方。这个当然，这个被称为弹簧势能。现在这是重力势能，那么这一点的能量是什么？动能是多少？
最终动能是1/2乘以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，对吧？这一点的势能是多少？是重力势能，它是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这个高度，对吧？我要把那个写在这里。最终势能是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高度，这也代表麻省总医院。我可以说我的妻子是一名医生，我的脑子只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来计算这一点的动能，速度要是多少呢？我们要计算出向心加速度是多少，然后用那个，我们可以计算出速度，因为我们知道向心加速度。我换个颜色来多点变化，向心加速度是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可以说，这一点的向心加速度是多少？它就是重力加速度，9.8米每秒的平方。9.8米每秒的平方等于 v 的平方除以 r。这个环的半径是多少？它是一，v 的平方除以 r 就等于 v 的平方，所以 v 的平方等于9.8。我们取平方根，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把9.8代入这个方程，对吧？所以最终动能是等于1/2乘以质量乘以四，乘以 v 的平方乘以9.8，那个等于我们用这一表示9.8，因为我认为那样也许能让它有趣。这就是 g 是吧？它是二乘以 g，所以最终动能等于二 g。g 通常是千克米每秒的平方，但是现在它是能量，对吧？所以它要用焦耳表示，但它是二 g，对吧？这一点的势能是多少？它是质量，是四乘以 g 乘以高度，是二，所以它等于八 g。对。那么这一点的总能量是多少？动能是二 g，势能是八 g。所以这一点的总能量是十 g，十 g 的总能量。如果这一点的总能量是十 g，我们没有任何能量，由于摩擦和热能以及所有这一切而损耗，所以这一点的总能量也要等于十 g。在这一点，我们没有动能，因为这块冰还没有开始移动，所以全部的能量是势能，所以这也要等于十 g。这个 g 我不停地说，就是9.8。我那样做只是让你明白，它是一个乘数9.8，只是让你考虑一下。那么这里我们得到什么？我要把这些计算出来。我们把两边都除以十，你得到 x 的平方等于 g，g 是9.8，所以 x 等于 g 的平方根，它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把9.8去它的平方根，它约等于3.13，所以 x 是3.13。我们做了一个相当，看起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但是它没有那么糟糕。我们说过，开始的能量要等于这里任何一点的能量。假设没有能量消耗，转化成热能，我们计算出，如果我们压缩这个弹簧，弹簧的弹簧常数是十。如果我们把它压缩3.3米、3.13米，我们就创造了足够的势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势能是十乘以9.8，大约98焦耳。98焦耳的势能让这个物体有足够的速度一直走到环的最高处，完成环形运动，然后安全回到下面。如果我们要考虑它，这一点的动能是多少？我们计算出它是二乘以 g，它差不多是19.6焦耳。对，在这一点它是98焦耳，对吧？我做对了吗？时间到了。我希望最后一部分我做对了，下集视频再见。